今天众多的万景市居民相聚于左近老师的枫叶之国艺术馆，一起来支持陈国志 陈厅长继续为我们万景市的居民来服务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厅长为我们大家说几句话。好，我跟他们说话还是跟你说话？跟你说的嘛。谢谢谢谢啊！今天我来到这个画廊，感到很激动，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也来过。为什么激动啊？因为我后边很多很多我的朋友在啊，这个新旧的朋友，他们知道我现在考虑去这个粤客区万景市选举啊，我就2018年退下来，但是这个疫情呢，还有其他的事情就比较复杂。我就以前呢，我退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。现在呢，我医生说我了，你很好啊，你的健康很好，所以我终于就决定就考虑去这个10月份上那个市政府选举的时候去争取选那个粤客区代表万景市。现在还没有最终的决定，但是还是一个严重的考虑。希望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后面的朋友能够支持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再来一次。谢谢谢谢，哇，好，我们再来三个，三二一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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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